如果把这点所有东西连在一块儿的话，这盘子就太大了。这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机会，以后也许不会再有，就看能不能把握得住。咱们玩一把。杨总，喂，杨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德龙是吧？杨总，哎，听你们公司效益好，我们啊都快喝西北风了。你也看到了，那家南方快递的规模挺大的，是我们的好几倍，说垮就垮。刘云天，你还不了解他吗？他完全能料到你现在的盘算，你这样打了就前功尽弃了。接啊，刘老板。啊，南方快递他们是干不下去了，现在正忙着找下家呢。远方收购南方如何？我们远方干嘛收购南方快递啊？咱把所有主动权掌握手里之后，您赢就是我赢，我输就是您输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哪敢啊！妈妈，今天晚上跟爸爸睡。不行啊，瑶瑶，今天晚上只能跟妈妈睡。瑶瑶，晚上跟阿姨睡好不好？不跟你睡，你是坏人。你说这个。两个人不是一路的，那能走一辈子吗？这话我也想问你，说走就走，说回就回，你想过姚远这三年为你付出过多少吗？是你说你要过自己的日子的，你今天突然又回来了，你把我都弄糊涂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就不该出现在这儿。不是你的问题，那你告诉我，到底该走还是该留？你还是得走，那个明天就走。理由？你也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？两个字儿，愿意。你在这儿的话，那些员工他们不干。错，最多一半人愿意我走，不信你去问问老员工，肯定希望我留下。我要睡觉了，你走吧。